各位朋友，我是洛杉矶的地产经纪阿伦。现在呢，有客人呢，他们跟我讲，他们就想在尔湾，在独栋的社区里面，要选一套大户型的房子。那我现在呢，给大家介绍呢，就是在尔湾这个最大户型的在建楼盘啊。那我身后的户型呢，是4房4.5浴啊，在花果山里面。那它这个户型呢，是一个在reserve 这个社区呢，它因为有景观，所以它的售价呢，目前是367万。啊，367万。那如果是在 Grove 的社区呢，同样的户型现在的售价是306万，目前还有房源，还可以有挑选的余地。好，我们现在来详细的看看里面的户型。那这个是样板间的这个户型外观啊，两个车位。那真正买的时候的话呢，其实有三个外观可以来选择，就是每一个户型会有三种外观啊，这是最大的户型，户型三。那先进来是一个长廊，那左侧呢是一个卧室，那这是卧室的起居室。这个起居室其实非常非常的实用，如果家里人多的话，其实这也可以当个卧房了。再往左侧呢，就是一楼的卧室啊，这个空间还很大的，所以买大户型的房子其实还真的就是非常实用。而且按照以往的经验，大户型的房子尤其在尔湾，那我的这些客人都最后受益匪浅。套房、卫生间、起居室，这是往右侧是客位，一楼的厨房，这空间感非常的大，而且非常实用。就整个这个大厨房、大餐厅，还有家庭厅，完全的融合到一起了，而且和二楼的卧室也是融通的。站在一楼和二楼的家人们一起说话，太方便了。这是潘区。这是这个后院，那这个后院呢，因为它地势非常的高，所以的话高瞻远瞩啊，能看到美丽的尔湾的全貌。高挑空，这二楼的家庭厅很方正。这大房子住起来就是非常舒服，而且住过大房子的人，其实小房子就不愿意住了。我们现在到了二楼的主卧，主卧的空间也照样是非常大，很宽敞，可以放一张 California King Size 的一张大床。的地形地貌啊，尽收眼底啊。
诸位。干湿分离，衣帽间。二楼的家庭厅非常方正，非常实用，所以现在设计就没有浪费的空间了，在哪个房间都会感觉到非常的舒适。次卧套房，第二个次卧，套房，洗衣房。